左右是七八块的，七八里拉，十五里拉，十五里拉。那我们有一次啊，我们几个人我们在埃及市场哦，就是在码头那边，我们就买了东西很重，我们本来想问那边的计程车，照了一讲他应该跳表，可是他就直接开价十里拉。对，那我就觉得有点贵，那算了，我们就搭电车三站而已。虽然要去跟人家挤啦，可是就觉得就不老，就路边停很多计程车，可是他都是讲价的。有时候你们就坐计程车要小心，也要上车先问，价他是开价的还是跳表，照跳表。meter 吧 ，by meter， 对。他应该知道啊，计程车大部分应该英文应该懂一点，你就指着那个表啊，他说 by meter 这样。